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维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35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战本赛第一轮的比赛，很高兴能够和王浩洋七段一起为大家讲解。浩洋你好。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盘对局其实是在我们围棋天元公众号投票选出来的，由棋友亲自投票为我们选出来两盘对局。也是非常有热度。对，那看来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喜欢的四位棋手应该是。是的。那么咱们这个第一盘棋呢是廖元赫对李维清的，两位都是中国棋界非常年轻的棋手。对，都是00后。那这位就是李维清了。那这盘棋还是在线上网络上进行的，两位棋手现在都是在中国棋院。廖元赫，这两位年轻棋手升段速度也是很快啊。对，现在都已经是8段了。好，这位是著名的陀加西9段。也是我们的世界冠军。陀老今天是对孟泰林。孟泰林也是很佩服。我竟然想用老当益壮来形容了。真的是。难得一见的80后的选手了，已经是。对。好，那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这盘棋啊。好的。这盘棋是由李维清执黑先行。好。这盘李维清黑棋。对。因为两个人确实现在都是，应该算是当红小生，但是好像特别突出的一个杯赛的一些成绩好像还是没有拿到。对，但是也就还是比较嫩，就是可能关键的时候可能经验上是不是还欠缺火候，有可能。对，就是比赛经验到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因为他们俩其实等级分都很高。对，然后段位升得也很快，那就是说证明他们其胜率很高。对，胜率很高。但是就是杯赛的成绩的话还没有一个突破。希望他们俩尽快这个也算是打出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成绩。是。那这两位棋手其实在小的时候你是不是指导过他们呀？他们肯定都算，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他们应该都算是我学生吧。就是那个李维清的话，我就是那个应该就是给他摆棋摆过，就复盘，就正常的就是大课，就是说差不多大家一起就十来个人一起上课摆棋摆过。廖元赫的话我是给他单独上过小课的。对，就是说这个我们是1对1的，就是给他这个他原来那个时候我给他上课的时候他还叫廖元培，他不叫廖元赫。改过名字。对。那我还真不知道。对。当时他还不是专业的棋手，那很早了当时。那你对这两位棋手的这个棋风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吧，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棋风的话？我觉得就是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就是看上去大家可能偏向觉得廖元赫是不是力量型一点，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他俩我觉得棋都还挺讲道理的。属于那种本格派的，就是那个风格。然后失误的话比较少，基本上是等于抓对手失误的这样的一个棋风，也是最近最常就是大家都很常见的一种棋风吧，应该。对，都是差不多。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风格。对对对。但是也没有短板。对，就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就现在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我感觉就是如果说他们如果有一个，但凡是自己如果说有一个突破的话可能就直接就上去了。气势就出来了。对对对。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两位棋手实力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对对对。但是只是缺了那么一点点自信，或者说是这个有这个一鼓作气的这样一种气势。对对。因为他们联赛的成绩都非常的优秀。然后第十手就是等于白棋现在挂角，然后黑的小飞。第十手呢白棋直接就撞上来。直接靠上来。这个也是就是人工智能给我们的一个
怎么说呢，启发也好，就是很神奇的地方。对，有了它这个之后，好像这个局部的变化有点像定势了。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去下了。这个碰也有一个适应手的一个味道，就是说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个碰，但不是就是比如说棋友们不能下棋的时候，比如说你见到别人单弓跳你就往上撞，还是要跟场合有关系。那现在的话，这个时候他的碰的意图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向你往上走的话呢，这样他再拆，就这样他可能就限制住你这边，然后这两个交换呢他就便宜了。就比如说你将来如果说你逼住我，将来我靠了一下，然后你搬，我推一下，然后你接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个交换呢，应该白棋应该是赚了，对吧？明显是让黑棋更重复了。对，这样因为黑棋这里厚了，你也不可能去打入它，对吧？你这样撞一下，让它往这儿长一下，将来你这个地方啊可以立一下，对，它还得挡住啊。这样的话，你通过这几个交换呢，比如说你这将来拆过来，这个看上去黑棋就稍微要重复一点，这个白棋的意图呢，应该现在也是一个就是适应手，一个投石问路了。对啊，他不是说特别厉害或者什么，就是黑棋其实就是上长下长，然后或者搬或者两个搬，其实都可以下。对，其实都可以下，也不是说比如说你靠一个我一长我就黑棋我就不行了，其实没有，就差，其实也差不多。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它只是一个问应手，是啊，它是一个问应手，心态上会有一点变化。就是这一点差距的话，可能对于他们对局者双方来说，可能是还有心理上的一个优势，还有稍不稍得了那么一点点的一个优势。但对于棋友下棋，其实我觉得呀，真无所谓，真没关系，胜负不在此处。对，这个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无所谓，就是你往上长或者往下立，其实就等于往下立，就等于他你无忧脚，他尖冲你贴一个，其实也还好的。对，就不要想太多就好了。就不用想太多。就比如说你往上长，然后人家拆，你就不要去走这个了。你不用逼住也可以。对，就是不要让他有明显的便宜就可以。对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对。包括你往下立其实也还好，往下立的话呢，白棋的意图就是他可能长一长或者跳一跳的话呢，他就不走这个拆了，就是他为什么说是适应手呢，你往下立呢他就走这边，他就不拆这边，这样的话他把这个头跳起来以后呢，你这边夹击的价值呢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这就是他的一个意图吧。你要往上长呢，他拆过来这两下有可能他就便宜了。对，这一步适应手，反正你怎么硬我都是有对策的。对对，就是说咱们下棋的时候一定要说，像他这个地方靠呢，他肯定是把这个局部的一些变化他都想完了，然后他再靠上来的。那包括有的就经常我现在教孩子的时候，他们没事就往上靠，但他是不分，就是不分场合，不分场合，对吧？就是什么时候他都往上靠，但是像比如说他这个，他想过这个搬，但他就没有想过这个搬，就是说他可能只考虑了一种变化，他这个肯定是把这四个变化至少都考虑过了，现在如果说搬这个的话，这个也给大家摆一下这个变化吧，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然后。连扳，然后黑的打了贴，啊，打了贴这个，啊，然后呢，白棋打吃，啊，黑的立，然后白的长，黑的拐，然后以前的话都是拐一下就算了，对，但好像 AI 对于这步拐好像不太赞成，他觉得被吃掉以后，这个棋黑的实地还是很可观，他不满意，后来等于就是发明了这个长。尝一下，尝一下，这个时候黑棋只能粘这个。他这个，你要是说你要爬，那我便宜了，我可能我就再拐这两下，我肯定便宜了，对吧？那么还是一个适应手，等于黑的要粘上，对，黑的要粘上，然后白的呢？那么这样呢？先挡一下，白的棋就获得了挡一个的先手了。黑的走这个，然后白的再拐，然后这时候黑的跳，白的把这个拆出去，黑的千万不要搬这个棋。搬一个看着好像把白的给吃了，实际上被一拐，这前两天我刚跟一个孩子下过一盘，他搬了，这是个错误示范啊。然后拐了被一点，然后他粘住一个弃子，然后被我一靠，哎呦，被王老师全部收住了。对，这样的话呢，白棋通过弃子等于把这个外面全部包住了，这个棋显然黑的不能满意。是，所以这个我们要吸取教训啊，这是一个错误示范，这个时候咱们不要去搬它啊。就是肯定很多小朋友都，我觉得包括棋迷朋友觉得，这搬一个你难道爬二路吗？要不爬二路你是不是就死了吗？对，没想到白的就简单的弃子就那个好了那么他是应该跳出来然后白的拆二，然后黑的虎，
就搬。嗯，这是一个大型的变化。嗯嗯，王老师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嗯，这个没少下。对，我也得这个跟与时俱进嘛，这个对，嗯，跟着潮流啊，对对对，然后都要飞了吧？飞鸭对，然后长，长，嗯，跳过，嗯，下成这样，嗯，啊，下成这样的话，这个鞋。你要是说李维清或者是廖云鹤，他们就告诉你王老师这个棋胜率多少多少啊，嗯，那就告诉你了。对，嗯，当然我觉得下成这样的话呢，是一个大型的变化，应该是双方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嗯，啊，但是就是如果说黑棋往下搬，可能就会形成这样，这也是可能廖云鹤靠上来的话，他可能认为这样白棋还不错，所以他就这样选了。啊，就是我们看完一个胜率以后呢，就可能胜率差不多，比如说都是50-50，或者是白棋稍微好一点，啊，但是也要根据这个局面，你喜不喜欢下，你要想清楚。也许这个局面双方胜率差不多，但并不是一个你擅长的局面，就是每个棋手的棋风肯定有所不同，擅长的领域也是有点不一样，嗯，对吧？你要是这个局面你搞不清，就是特别乱的话。那我肯定，作为我来说，我肯定不愿意去选择这样一个特别乱的一个局面。嗯，我稍微宁愿我亏一点这个胜率，但是我选择一个相对简明的，我还是也是愿意去做这样的交换。嗯，啊，就廖云鹤肯定是希望下成这样，如果黑的扳的话，那就下成这样。嗯，啊，所以说实战的话呢，这个李维清呢他就没有这样下了，啊。他可能李维清呢也是认为，你既然你想下成那样呢，那我就不让你下成这样。对，不能碎了你的意啊。然后等于这个就搬在上面了啊，嗯，等于现在这个长底下、长上面和搬底下呢，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比较清楚了。对，一般这个棋是不是搬底下的比较多？嗯，应该是，嗯，应该是，因为经常大飞的时候也能见到这样的棋，啊，大飞的时候白的也有往上靠，然后你搬就像是这样了，啊，所以说可能是不是多也是多一点，因为它有一个形成的变化，因为这个棋的话只能这样形成，嗯，所以你可能见到也就这两个，就是反正都有吧，嗯，都有，啊，搬这个，啊，搬这个的话还是一个选择一个外势的一个下法，嗯，还是选择外势的下法。那么搬这个千万不能退一下啊，这个白棋，只要退一下的话呢，我们看，他得再一蹲的话，这个白棋这两个子就有点尴尬了。哎呀，这下就变重了 啊！对，一个你就变重了，还有就是这个头现在黑到在前面，嗯，底下呢你又漏着风，所以这两个交换显然就亏掉了这个棋。是 啊，那么千万不能搬的时候呢，不能退啊，一定要反扳啊，这个形成一个就是转换啊。这个棋其实局部的话，黑棋也有一个打了打这个的下法啊。哦，也有这个下法啊，也有这个下法。这个下法呢，就是其实白棋呢还是一个，就是它达到了一个它的目的，就是我在这交换完了以后呢，我要这个拆，舒服啊，我要这个拆啊，就是局部的话也有这样下的黑棋。就白的打了挡一下，然后再拆，就是他靠的话，肯定他首先这个地方肯定是他想往这下棋的地方。嗯，如果这条边不是白棋想下棋的地方，他就不会往这靠了。嗯，对吧？那么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白棋呢，还是转到了他一个想下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棋正常来说，如果选择搬上面的情况下呢，可能黑棋选这个呢还是少。还是少、嗯、啊，但是也有这样下的，但是每个场合都不一样，就是每盘棋它都不一样，还是要看配合，嗯，还是要看配合，嗯。然后实战的话呢，黑的粘上的话就是一个冷静，嗯，贯彻这个扳的一个意图，现在的话，嗯，啊，那么现在这个肯定白棋得长，不能被黑棋唬住，嗯，那么这一下就是黑棋取外势，白棋取实地了，这个脑袋我肯定得给你摁住，嗯，是吧？你我要挡一个被你一长，这个黑棋显然是不太妥当的。是，啊，那么这个肯定挡在给你摁住，但是作为白棋来说，如果被你摁打一下再挡的话呢，啊，那我又不肯了。对，所以我是赶紧把脚给爬掉 啊，然后黑棋挡，冲白棋拐角，然后拐角啊，黑棋虎，这个棋这个虎一个我还是第一次见哦。一般来说是走哪比较多呢？这个虎说实话，嗯，我见的最多的是这个提掉哦，提。那么白棋是会打吃，白的打吃啊，黑的棋打吃，白的提，嗯，然后黑的打住啊，嗯，这个棋虎出来太大了也打住，对，
啊，打猪的话，因为现在白棋开出其无节嘛，他也不可能马上开这个节，对，他也不能粘上。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白的就拆盖。嗯，啊，为什么黑棋没有选择这个棋呢？我觉得是可能跟现在的这个局面上有关系。嗯，啊，你现在这虽然把我提了，但是你这落了后手，被我这个拆二这个光芒万丈的这一拆二，等于你这后势被我一拆二，你只剩下拆三的份了，你这个肯定不肯打散了啊，肯定不肯。嗯、对啊，他这个棋应该是跟配合有关系，局部的话黑棋肯定还是提掉的比较多，因为提完以后、哦、其实将来这提一个很舒服，其实挺舒服的。就如果说我劫财有利的话。你可能你得粘上，对，你得做活，然后这边还有先手、啊、这边还能被我翻粘一下、嗯、搜刮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我全都收成这样的话，局部黑棋还是肯定可以的。嗯啊，当然跟劫财是有关系啊，但就是这个局部的话呢肯定是提掉的更多一些。嗯、啊、虎一个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少见一点啊、嗯、但是这个棋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棋呢，我们都是还是要看配合的，嗯，立足于全局、啊、对，还是要看配合的。对啊，就是虽然说现在电脑的话它对一个咱们以前的理念就是什么立三拆几啊，或者是说这个什么高低配合呀、啊、或者是什么后势要发展、啊、这些好像它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意识、嗯、现在我发现就它就局部的话你不能亏太多，你去那个肯定不行啊，局部你要是稍亏一点或者差不多，那么你选一个你合适的一个场合这个配合还是可以的。嗯啊，就这电脑好像现在对于局部可能更看重一些。哦，嗯，那实战黑棋也算是抢到了他这个接下来他比较看重的这一步棋。对，比较看重的一步棋啊、嗯、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就是等于你打的时候白棋把这个先手交换掉了啊，黑的不没有提这个把这个粘上了啊，这样的话白棋肯定得这粘，你不能说老师你这个棋我你配合重要，你这光芒万丈，就是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这局部你要是被提掉本来是这样啊，那差很多，对，这就差很多了、嗯、啊，所以说你这个局部呢不能亏很多，也不能干亏啊，对 啊, 啊，虽然说这个配合黑棋很好，但是白棋也不怕、啊、嗯，哦，白棋这个地方下的很果断啊，从这个地方直接断出来了啊，这个棋确实这个年轻人血气方刚啊，这个火气还是旺啊，嗯嗯、啊、直接断完了长，嗯，断一个也有他的一个想法吧，嗯、我觉得范老师。哦，那他怎么想的呢？就是他本来黑棋这儿显然是一个打了一个势力，嗯，对吧？那么说你如果说那个棋啊白的，比如说你啊简单单的进去的话，嗯，啊被我震过来，那么你跳，我就贴，啊、嗯。你不管你怎么走，我就跟你这样下，啊，这样你可能虽然把我这儿破了，但是你这个角可能就没了，白棋是这个角就死掉了，对对啊，你要是跑这个子儿，那这块棋显然被黑棋就围起来了，嗯，对吧？所以不管从这边怎么进来的话呢，肯定都会受到一个黑棋的一个攻击，嗯、对啊。那么他这个断是什么意图呢？断一个就意图就是你要打上来，哇，你吃了我肯定很满意，啊、对吧？对，这个黑棋你肯定是要杀出来啊。那么我通过这个地方断呢，嗯，这个以前咱们老话叫棋从断出生啊，就是说我从这断的话，我其实也是在碰你这个潜力哦，我只是借力打力，就是说我借你的棋、嗯，我顺势把你这里破掉。比我直接进来被你攻击、嗯、这个战术就要高级的多。嗯，这样好歹白棋把黑棋两块分开了。哎，对。嗯、那么以后虽然白棋这个有可能是负担，那么黑棋这个也有可能、嗯。也没火啊、哎，也没火，对吧？这样就更有头绪了。这个棋下去是的啊，我比我直接进来这个、嗯、去破这个对方的空呢，就要好多了。嗯、直接进来有点过于单纯了，哦、对，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奔跑。哎、对对、啊、对，是这个意思。这个好歹我们可以牵制一下黑棋、哎、哈，左右两边可以互相牵制一下。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路啊，很不错的思路，可以学习一下。嗯，对，很多局面其实都能运用得到。嗯，对，很多局面都可以运用到。那实战黑棋是补了这边，还得补这边、嗯，还是想要围一下这个地方。对，我感觉黑棋这个追这个步伐追得也很紧啊，不光自己要围，而且对于人家这个中间的三个白棋还是非常有想法的。嗯，是，嗯，对你的眼位也是追得很紧。对，感觉就。多你腰眼上、哦、对啊，追得很紧，嗯，然后黑的跳，黑棋跳，他还是要围这边，对，嗯，那么白棋下步棋很有意思，嗯，下步棋白棋选择了这步飞啊，对，这个飞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在搜黑棋的根据地？他肯定是在搜黑棋的根据地，嗯，然后目数本身
应该也很大，而且就是它如果不跳不飞的话，被黑的跳呢，这个脚上这个东西啊，你说死不了，确实也死不了，但是它一打完，你要利用这个挡，可能还是有点不活。你要是被它跳一下的话，还是很大的，对，还是很大的，啊，这个棋明显是脚上没有进活，啊，对，但是呢，为什么黑棋没有先跳呢？这个跳之前。因为可能黑棋认为这个还不是很特别着急过的地方，哎，对，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棋啊，这个廖元赫呀，年轻了，搞心理战。我觉得这个棋啊，李维清他就故意让你放在一个这个大的让你下，我觉得这步棋应该是有点问题的，我觉得这时候必然是这一手棋。震过来啊！我这个棋肯定是个脑袋，我先给你摁住。确实，你现在你敢跳吗？你不敢跳吗？我觉得被你这一飞，你这我飞下来，你应该吃不消。对，你不要，你给我讲上杀气，你肯定不是很明智，对吧？你肯定你不能跳。对。那么如果说你不能跳的话，你再往外飞吧，是不是？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再一飞的情况下呢？那这两手交换明显是便宜的，对吧？就是你现在我飞这个，嗯，你黑棋你走这个，我走这个，等于是多了这两个交换。白黑棋的这步飞，由于我现在这尖先手，这也是先手，就等于 你这个价值其实是没有的这条边。对。但是我这个脑袋给你摁过来，你就不舒服了。你现在你这个头你出去的时候是很难受的，慢了，对吧？你从这边走的话，这边尖一尖，你其实也是没有价值的。你比如说，如果黑的走这个，我感觉我白棋就继续给你。摁过来，是的，这下面其实是没有漏着风了，漏着风了，对，那么现在你黑棋，这你要是歪着脑袋出来，你要走这儿，比如说我在多又是多你腰眼，你这腰眼被我多的是难受，不舒服啊，对，这个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地方黑棋其实故意卖破绽，就本来我能走到，比如说我这手棋能走到，这手棋其实也能走到，但是我就是不走，我就是不走，哎，我就是哎呦，这个有点高，我感觉，其实这个是一个心理战。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们就是经常啊，就比如说对方啊，如果说不着急走的地方呢，你去抢肯定不对，对吧？但是如果说是对方的一个要点呢，他留着他不下，那你就再想一想，他为什么他就不下呢？对吧？你不能就哎，你不下我，那我就下，就是比如说，经常我们有的断点呢，就是经常，比如说他断上来，我们两块都是活的，那我们肯定不怕这个断点，是，对吧？我们这个断点就不用补了，就是别人就是说不下的地方，咱们也别下，对吧？是这个意思。这么粗暴简单吗？就是别人觉得不重要的话，我就别人至少掂量掂量，对，就是至少得别人他。不去下，你去下的话，其实价值应该不是很大。但是这个感觉是他卖个破绽，他应该是卖个破绽。这个时候，这个脑袋还是很大的。这手棋虽然价值大，但是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没有啊，这因为我走这儿，你下不去现在。你明知道这个很大，你也走不了，就是。但是这样黑棋其实也挺难受的，因为他如果之前走掉的话，那这个飞就还是挺舒服的了。现在他都走不到了。是这意思。就白棋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啊，这个棋没有经受住这个诱惑。对。然后被黑的飞过来，这飞个头还是蛮大的。这个头飞过来，等于白棋这个棋形呢，还是自身还是有一定的缺陷啊，暂时也不能跨断。刚说完，所以白棋就这步手脚就告诉你，你这个地方是有跨断的。有跨断的。哎，我就要让你补回去，看你怎么补。那黑棋自然也是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啊去走棋的，这样效率就太低了。实战呢，黑棋选择了这个尖冲。也算是最高效率的去补这个靠段了吧。因为刚才其实我们说啊，就是说这条边啊，其实价值不大，就是我飞完以后呢，这条边的价值已经不大了。那么像这种尖冲，在我们平时看来，就尖冲一个人家四路手脚，肯定是不是很乐观的一个步棋。对。但是现在我这个尖冲一下，等于我能把这个段补上，你让你走在一个价值不是很大的地方呢，对于黑棋来说，我觉得是没关系的。所以说我愿意去尖冲。如果说这条边，比如说黑的能跳到一下，我估计黑的就不尖冲，他就逼住这个。就是这意思，就是说这地方呢，我不大啊，让尖冲一下也没关系。对。然后争到了这个跳啊。跳，那这么说来，这个感觉你应该还是比较支持黑棋的。现在这个，就这棋呢，我感觉应该还差不多，但是呢，从这个
战术战略上，我觉得白棋有点吃亏了啊，有点吃亏了，就是感觉本来白棋可以更主动一些的。我觉得飞过来白棋好，刚才啊，我觉得飞过来白棋好，现在的话，这个棋就变成了，黑棋是攻击那一方了。对，现在这个脑袋被黑棋给争过来了。对，白棋虽然也是有实地有目数啊，但是看这个棋的这个厚薄来说，感觉是黑棋更主动一些，在攻杀这方面。是因为我的头在你外，在你前面。对。好，那么白棋继续跳出头。这个地方主要是白棋，他要是想从这边出头的话呢，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啊，棋形上有点问题，有弱点。然后黑棋继续跳，白棋飞，还是说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你这走的话还是有弱点的，对，还是很难受啊。就是白棋可能可以什么先手，可能是因为什么靠虎与虎，可能能把这个弱点补上，但是那样的话就彻底就进不来了。肯定白棋还是想着，万一哪天是不是？对，而且这个子他现在还是很有活力，对，他不想把黑棋撞得太厚了，所以是他就飞着走，飞着走。那么下一首我们看到这个又是一步妖眼，刚才我们摆棋过程中已经击中了很多次这个妖眼了，得了很多次分了啊，这个很难受。对，这个又是令白棋非常难受的一步棋了。白棋现在呢是选择了靠啊，这种棋我们注意了，千万不要什么顶啊什么并回去，这种效率都太低了。一定要想一下有没有更高效率补棋的方法。是的，是这样的，白棋靠，黑棋扳，白棋顶，哇，这个局部发生了一场惊天大转换啊！惊天大转换啊！两个人年轻也是很有火气，对，主要是白棋他有点没办法了，我觉得是啊。黑棋这个地方不肯粘，粘的话是被白棋一虎，白棋这个形状还是不错，那是啊，有眼我觉得这个转换作为黑方来说应该是不会害怕的，所以黑棋要打进去。那这个时候白棋肯定是不能粘了，粘的话黑棋再走这边呢，这个形状跟刚才就差太多了，这个黑棋一打还是个假眼啊。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行，这就跟刚才我们这样，等于我搬了一个，你一团，对，差不多，这个至少也得走，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等于这一搬你这一团啊，他这个扑，就你粘交换，其实我觉得也不太损的，他好像不是很损，因为你现在打这个也打不到，其实，你打我先反打了虎下来，你也打不到，对吧？你这个其实可能还便宜了，说不定，对，因为尖一下的话，它还是个眼，白棋只剩半只眼了。你这走一下，你这搬这还不见得是个眼，对，等于你这样的话，白棋肯定是不能接受，所以黑棋打的时候，白棋是绝对不能去粘了，这个好，这白棋就没有办法就转换，但我觉得就像这种棋啊，我觉得正常来说先把对手提掉的一方呢，就是正常来说都不会很害怕，因为先把钞票揣兜里了，对，就我先把你一个子从棋盘上拿起来，跟你先拿起来我一个是有点差的很大的然后你再打劫啊，再打这个劫啊，黑棋打吃，打吃白棋提因为这个劫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黑棋是能败的，对，因为他先提了一下，但是作为白棋是绝对不能败的，对，这个劫是的，然后白棋打吃，黑棋粘，不能全部给黑棋围住，是的，然后再往里挖，黑棋打，然后黑棋提，你看这个白棋是绝对不能被黑棋提掉的，不可以，对，然后粘上吧，粘上了，然后黑棋打吃。就打吃这个了，就要这边，不要这边了，是吧？他觉得已经可以满意了，我觉得黑棋，因为这个棋啊，白棋这个棋很难受，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棋黑的可以输呢？比如说我冲的时候，大家说，那我把这老师你完了，你这个棋，我这粘上了，你这些三个子不都那个什么了？但是如果说你下成这样了，这个棋为什么说先提的一方有利呢？因为这你不是提我的子儿，对，这是我们交换的。就是说这几个子儿，就是说你得扣掉，就是说不是说你把我提掉，你这个手割的时候就是你得扣掉，其实呢可能就是手弄成这样子，
这样的话等于白的你就走过这，然后反正外边全死了。嗯啊，那么这几个交换的话，其实黑棋也并不亏。嗯，就它还是给你制造了很多的味道。是的。啊，如果说你能提掉的话呢，就如果这个白棋是提掉的一个子儿，那我可以再减去一个子的效率。嗯，那就完全不一样。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嗯。对，这样的话你得多拿去一个子的效率。对，所以这也就是说先提者还是占优。啊，对，这个其实就等于、嗯、其实就等于你粘上的。就比如说我走这儿，你走这儿，我走这儿，你走这儿，我走这儿，你走这儿。嗯，就咱们一手一手棋交换成这样的，并不是说你把我提掉。啊，这个棋确实大家可能现在还理解不太到，但是就是说这个棋，这个先提的一方一般来说都不会亏。嗯，因为白的打赢这个劫，它没有价值那么大。对、嗯，就是大家只要知道这个地方，黑棋提过白棋一个，白棋提过黑棋一个，这个地方等于白棋没提过子。等于没有提过子。就是全是自己走出来的这几个子。对，这几个子就等于是自己走出来的、嗯、这三个。填出来的。三个 对填出来的。它不是、嗯、如果是你先提过一个，嗯，那么就是你可以拿掉一个子，就你不管是拿掉这个还是拿掉这个，其实都等于是白得的。嗯，哎，但是现在是黑棋先提的话呢，等于这三个是交换的，就是白棋就没有想象中那么便宜了。是的是的。嗯。好，那么我们开实战。实战黑棋这地方还把白棋提回去了，提回去我觉得这个更惨了，更惨了，这个、更惨了。嗯，打吃、嗯，粘上，粘上，这个白棋真的是挺难受的啊。这只能提劫了，因为这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往走，再往走我这就算搬过来你也吃不消了。嗯，你提我就接上，你自己接上就完蛋了这个棋。对，但是棋下是这样，确实他可能是认为黑棋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劫材。哦，嗯，就是说，如果黑棋你现在你挡住的话呢，他一手棋呢，他吃在这里，嗯，他吃在这里，他就是说，比刚才粘上的一手棋花的还是值得的，哦，还值得。然后这个地方能多冲了你几目棋，然后等于多花手棋，他觉得本来粘完一花手棋也是有很大价值，嗯，啊，所以他觉得白冲你几目棋还是可以，啊，那实战的话，黑的没有挡这个，没有挡这个，嗯，黑棋是选择了点角，嗯，点角也是。也算找劫材吧，嗯、啊，就是白棋肯定不能硬了，白棋肯定不能硬，嗯，白棋像这种棋，就千万大家记着不能接上，这接上就烂透了啊、这个，这个全都是你做出来的，啊、你要记得 啊，这个地方，嗯，就是不管黑的怎么走，这个棋你也不能接上、嗯、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就是高效率补在外面，是，嗯、黑棋提，然后黑棋爬，嗯、白棋跳下，一个转换的一个图，嗯。把黑棋这个地方的木数破，然后黑棋哇、嗯，黑棋现在抢控抢得很矫健啊，两个三三一点，好。这个棋，现在黑棋占据了三个角。我感觉像成这样，应该还是黑棋不错的一个局面。嗯嗯，白棋的这个后势啊，是虽然很厚，但是它发挥的余地好像并不大。嗯。嗯，黑棋的子儿，其实他虽然说是在抢木，但是他棋并不薄啊，并不薄。嗯，白的搬搬搬也是先手后手呀。这个我估计应该没什么太大棋，但是可能要生气。哦，实际上黑棋补这边了。嗯嗯，白棋搬，然后黑棋再飞，对，嗯，白棋分段。但是这个分段好像也没有太大意义啊。他还是想着这地方间断就是有一个收气的吧，收气的可能、嗯，然后上面的话威胁你一下。就比如说你要补一个的话呢，他就算了，他就是应该是也是联合一下自己。上面肯定杀黑棋是杀不掉的，嗯，就是他可能联合一下自己就不走了，嗯，然后他如果要不尖的话呢，他怕将来黑棋飞出来还反杀来。哦，还有这个担心，对，嗯，原来如此，所以白棋要先尖这个还是。对于这个地方，白棋觉得还是可以把黑棋收回去的，是让黑棋贴这个。哦，黑棋还是没有补啊。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断，然后长，这是难道白棋是有妙手吗？白棋有妙手吗？好像白棋。现在如果说白棋收气的话，这个黑棋是不是已经死了呀？可以啊，可以收气。嗯啊，可以收气。收气的话，我就气掉了，我就挤一个。嗯、啊，我挤。嗯、啊，然后提一下。啊，就等于是我你吃，我就让你吃了啊、嗯。然后我估计黑棋房子把这一立。哦、啊。这样的话，白可能要拆个边，拆、啊、拆个边、嗯，然后黑棋可能把这一尖。我感觉这样的话。判断一下，十、二十、二十二，
大概三十亩起，像詹氏木架中间这个大概五亩起，木数的话五亩，三十五亩起，黑的这里十五亩，这块八亩起，二十三，这块八亩三十一，加上这个二十亩应该五十多，五十加应该是有，那白的三十多，这样的话因为黑的全长出来了呢，白的这个后市基本上你说有潜力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潜力，嗯，像是这样的话应该还是明显黑棋不错，黑棋不错啊，对，所以黑棋这个地方就弃掉就好了，对，黑棋弃掉啊，实战没有看着那么大，就是 白棋是挖一个啊，挖一个，想要让黑棋这个打吃，然后他把这个子粘上，啊，这是比较狠的，嗯，啊，他想就是吃你的时候把你这块棋也带上，嗯，不能让你把这个提回去。那我如果这个地方，我如果黑棋提的话，我是要死了吗？提的话，你可能不见得死，但是你反弃子了，就是说，你搬一个连扳，我是不是要死了？那你是不是可以退一个？哦，那你是不是可以退一个？退呀，可以粘上这个。嗯。那也死了，这边被挤死了，就等于你现在你能连回去，但是你外边就割进去了，嗯，然后你还是死了，对，然后被分开了，嗯，这边打成饼肯定不行，不行不行，打成饼不行不行，嗯，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白棋还是暗藏一个就是把黑棋分段的这样一个手段啊，嗯，白棋挖一个完了粘这个，因为刚才那样走完呀，嗯，说实话我其实给白棋还是留了很多余地的，啊，我觉得下成那样白棋这个棋基本上应该是凉凉了对，没有说实话，啊，没有把实话说出来刚才，啊，嗯，然后白棋收，这样的话呢，嗯，这里边是白棋快一棋杀黑棋，但是呢白棋把黑棋这块棋给你割出来了，哎，给你割出来了，嗯，这样让黑棋呢也是有所担心吧，嗯，这个棋刚才的话把黑棋全部都提后了，就可以之后行棋都无所顾忌了，嗯，啊，下成这样之后黑棋这个地方花手收连，啊，连了一个先一，然后白棋粘，嗯，可以多挡一下这个，嗯，这里面收气还是一样的啊，对，可以多挡一下，是，嗯，黑棋长，哦，这个长让白棋还是挺难受的，我发现，哎呀，这个地方白棋既然不能提，不能提，这提为黑棋是一般这个难受了，嗯，而且白棋也不能往这边走，因为这个提始终都是一个棋机，而且你肯定不能粘上，就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个棋绝对是不能往这粘，粘的话就那个什么了，但是，哦，还是粘上，还是粘上了，哦，这将来再被打一下，这个棋就感觉上。你后市上被我长了几个草出来就难受啊，对对对，那也是这个棋形白棋要把这个棋形粘出来之后要付出的代价了，确实本来这个地方黑棋是没有子的，嗯，其实白棋这样的下法其实还是看上去还是挺勉强的，嗯，我觉得这种下法就是下法，所以你觉得这个挖完了粘出来跟直接收气哪一个好呢？如果从效果上来说呢那肯定还是直接收气好了，就是因为其实刚才他提完以后，其实现在黑在这挤了，收气收气收气全都收紧了，嗯，就是而且他通过这个团的话，刚才其实团是没什么用的，嗯，但是现在团一下的话呢，这多挡了一下，就是说白黑棋你虽然把我这块棋给弄出来了，但是我其实并不是特别怕你，嗯，啊，就是虽然你可能头绪上较多，就是因为这样没提，毕竟黑的这块棋还没有说肯定活，嗯，虽然说你看着这黑棋是挺厚的，但是你毕竟没有眼，你刚才提过来是肯定是活了啊，就是总体来说可能它不便宜，但是呢它头绪上的多一点，嗯，啊，头绪上多一点，你说它会不会没有注意到这边黑棋的长出呢？那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战争蔓延到这边来的时候发现这口气撞的有一点痛，啊，那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嗯，因为这个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是为什么，因为白棋前面打劫的时候补了一个，啊，补了一个，我们意识当中一直认为白棋这块棋特别厚，嗯，啊，没有什么借用，结果，嗯，这里黑棋有子之后，这一长白棋现在不敢提了，这被封住了，所以这一下白黑棋便宜还是很多的，挺多的，嗯，挺多的，嗯。那么这一串看来白棋还是不便宜，不便宜，嗯。黑棋现在拆，整个李维清处理的还是很巧妙，嗯，基本上化解了一个廖云鹤的一个攻势，嗯。现在他选择拆外边啊，对，这个棋，刚才我摆的时候是等于摆的立这个，嗯，啊，因为刚才为什么呢？感觉就我提完以后呢。我提完以后呢，其实外边它就是我厚了，其实你拆不拆我也没什么潜力，我这也没长出来，嗯，就是我这也没潜力，然后你的话你也没什么潜力，那么我这个力本身目数大概在十目起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吧？就我们可能将来有个家就实木左右，而且像当时没有这个压，你打拔以后呢，黑的这块没活，就我立了以后我活了，然后你没活，现在你要拆个边，你打拔我没活，那这一来一去呢，其实差很多，就你这个拆边其实价值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所以刚才我摆棋的时候呢是摆的立这个啊，那么现在它多了这个挡以后呢，基本上黑棋这块棋活了，而且黑棋现在由于多了这个长黑的白的只能粘，那么将来再打一下呢，就是说它 这边又有一些潜力，对，比如说将来它飞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它是有一些一定的潜力，所以呢它这时候就选择了一个拆在外面，好，那么实战白棋搬啊，这个也是廖云鹤，这没有，就是说他蓄谋已久吧，对，应该是啊，就是他刚才付出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个给你一战，黑棋跳，黑棋这个采取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下法，白棋飞，黑棋粘，白棋靠过来，好，那么下到这手棋为止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上了两位对局者的这个进度了，实战进度。这手棋啊、是刚刚落下的。现在还是感觉挺乱的呀。对，因为黑棋这块棋也没活，对吧？黑棋对黑棋这块棋没活，然后这块棋也没有活。所以就是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利，对，我觉得利益非常大。是这个提完之后，主要这块棋没活，现在很难受。就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他这个你替他解释了一通，但是还是觉得自己的利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下的还是不错的。忍不住说句实话，其实把这块棋火了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白的将来出来呢，黑的就处理这一块棋，而且提一个有一个先收叶，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黑棋的话呢，刚才虽然我解释了半天，是提完长完这个有潜力，毕竟呢黑棋白棋这还是挺厚的，就是你本来把这块棋一消化完呢，就大家一定型，你把这个我觉得尖其实是特别大的一手棋，尖的话其实黑棋目数还是不错的，像这样的话又形成了一个比较乱的一个局面。对，那刚才倪瑞还是就是走的实在一点，把棋先活了再说。我觉得是因为现在这个明摆着，现在这个棋变得非常乱，这个地方显然黑棋是牵手棋了，实战黑棋长，长这个的意思是这棋挺奇怪的，不能靠吗？靠的话我冲，冲我断，我打吃，那我就要给你上演一个滚打包收妙位。我忍住，这我先提掉，我这忘了提了。那你不就提不到了吗？现在提一个，你现在提我尝你啊！你这个还要不要？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我也没有那么好骗的，好不好？勺子啊，这个勺子，我这个先提掉啊。这个在挖靠之前呢，我先把这个提掉。你不，你这个时候吗？不是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提，提不到是吧？我，你掂量掂量。这个你再掂量掂量，其实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我现在你走现在提，我也不敢直接来杀你。你先补一个呀。我先虎在这儿，对，我先虎在这儿。这个形状好，这是没办法，这个我提不到，确实有点跟我的预想图差别很大。我想这个棋我如果能提到一下呢，你要是收个气是吧？然后我这靠断一给你滚打包收，我再一尝出来，我感觉白棋就没有了。是啊，提不到，其实这要被等于是，提不到，我就算那样下尝出来呢。你不怕吗？你这个你粘一下，你也你不担心吗？你得掂量掂量，我就这样下。是吗？这一期我就想吃不提了，你提不提了，我不提了。那我有点担心啊，因为我先被打肿了。我先打，先把你给打肿再说啊。这样。虽然我没什么，我也没有时间去提。虽然我没什么力量，不是你也没时间粘嘛，应该说。对，我没时间打着。我哭掉你，这也收不住嘛，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是不是？这还可以吧？你这也封不住，我将来提不是还是我的吗？你这样走完以后，我上面我应该死活也不成问题啊。说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哦。说起来有点道理吧。这个我觉得白棋可能会穿吧。然后你做活。穿我做活吗？我不做活吧。我为什么活？你咋杀我？我搬呢。那你我不是
我先你还要吃我是吧？我不吃你，我就是看一看啊啊，你是威胁一下我啊？我就看一看，嗯，比如说我先这个地方小心别把自己走中哦，确实，嗯，那我就活吧，我就听、嗯、听范老师的吧，对、嗯、我不会骗你的，嗯 嗯, 嗯，然后我这个时候我飞过来，所以反正我就活，我再继续活，嗯，这样我感觉我比较好下一点，我觉得这样行，这样，嗯，这样你吃我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大，嗯，啊，将来这些我都能走得到，啊，这样的话我再贴一贴，啊，这块肌将来搬一搬，你也不见得特别火，我再把这些走一走，嗯，感觉这样应该黑棋还是一个控制住局面，我感觉这个黑棋现在有点乱呀，下的，嗯，啊，那黑棋长的意思是？给我们解释一下，他可能觉得这个提不到，什么意思？他想做活啊。哦，如果我白棋粘上的话呢？分头做活吧。嗯，他这个意思，你粘上的话呢？粘上的话呢？对，粘上我得出来呀，得长啊。啊，没办法。这个是不是有一点？他肯定，我觉得不如滚打包收啊，这个棋。嗯，那这样白棋其实也不能直接吃啊。白棋吃的话，这个地方黑棋冲完了，断有先手，这个地方可以跳回去。所以黑棋想的是这样，再继续战斗，对不对？嗯。那实战白棋呢，没有如他的愿，没有粘在这儿，而是在这儿碰啊。这个其实是攻击时候，包括腾挪时候很好的一种手段。方老师，嗯。我确实我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嗯，我看了一下这个我们人工老师的这个棋啊，啊，他推荐的还是一个靠啊，哦，啊，这样就还是你的这步棋呗，啊，对，嗯，还是这步棋，嗯，啊，这个长好像刚才确实是，嗯，把白棋分断了再长，嗯，对吧，嗯，因为这个棋确实白棋现在不会跟着他走，白棋现在肯定会选择更灵活的下法来借劲儿，嗯，对，嗯。这有点问题，我觉得有点问题，嗯，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那么黑棋提，白棋受气，黑棋搬起来。哇，我觉得这样黑棋越来越危险了，越来越危险了。对，白棋虎，啊，危险吗？还是觉得还好？那这棋白的如果不受气呢？不能，白棋虽然不知道怎么走，主要是。因为刚才不是这个形状挺不错，现在这里有先手，白棋也吃不掉黑棋，又不想把黑棋送活，因为我现在交换不肯交换，嗯，啊，对，白棋还是觉得保留你这块棋没活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先留着，嗯，啊，它有难受的地方，但这步棋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木手的话就白对吃十目棋，白的话大概是十十四，就24目棋。嗯，木手的话肯定不是特别大，但是确实它走完以后，黑的这外面还没有胡，啊，可能这个棋也正常吧。嗯嗯，哎，因为团在这儿呢，团在这儿，哎，你这一步棋。团在这儿好吧，你团在这儿是不是有一点啊，这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思，对，先自损八百，就是这十目棋首先是没了，我十目棋是不要了，啊，就但是我这将来我觉得我这个是不是有点用啊，其实没有，那不对啊，其实你就多了这个子，我就多了个子，这个，有十目棋吗，没有吗，有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不见得有，哎，不见得有是吧，啊，我挡完了你这点完这个你是我，哦，是能活吗，我能活，我感觉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吗，不知道，存在的疑问，一会儿我看看，说不定，看看电脑是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能他这个下的时候也是实力黑棋，因为本来他是可以挤的，对，黑棋可以挤，他不提他挤一个就不会有变化了，嗯，他非得给你来个这个，你从气势上，哎，我觉得气势不能输啊，但是你忘了刚才吗，刚才黑的没走，啊，哎，说不定是个圈套，哎，又是一个圈套是吧，是啊，这个好吧，啊，真的是这个棋盘上的每一步棋可能都是暗含着圈套的，我们一定要小心啊，
好吧，嗯，其实我觉得这团其实真的挺有价值，虽然说损失了石木棋，嗯，但我觉得之后点有可能会有搜刮，我觉得把这石木棋追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大。嗯嗯，好，那我们继续看黑棋打吃啊，黑棋搬，白棋虎，现在这棋还是非常的搞不清，黑棋打吃，主要黑棋的棋有点多，是粘，然后啊我们也是追平了，现在实战就是下到这里，啊，下到这儿了，没有更新了是吧？对，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黑棋现在这块棋也得小心，这两块棋还是得小心啊，我得认证一下，看看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呢？还纠结啊？啊，纠结。好，还是不是？给你机会认证一下啊。嗯，对，反正咱们赶上了。对，那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黑棋这块棋没活，这块棋也完全没有进活，然后这个地方有断点，黑棋想的肯定是说我最好我三边都能走到，希望是能把这个补了，但是现在如果黑棋往这边补的话，是不是还是挺危险的这个棋？补这个的话，可能也不危险。也不危险吗？不危险，但是不见得便宜，范老师，就是，嗯，就比如说，就是我白棋，比如说，我就比如虎一个，虎，我就最冲，对，就虎一个，虎我冲呢，你回去了，啊，我回去了，你回去了，啊，但是我就是，这弄下来，哦，我觉得这样我还挺开心的，哎，你怎么突然之间就变狠了一点儿了，啊，我走这，你这有靠断呢，啊，你这有靠断呢，啊，欺负我吗？我不敢欺负你，哦，好像有一点，嗯，没事，仿佛我能回去，仿佛吗？打立这哦，难受我，这个是，嗯。那我再欺负一圈，我觉得还行。你觉得可以啊？可以，嗯，我再把这个走，我感觉可以。白棋可以接受。这黑的这转了一圈，是不是啥也没走着吗？嗯。这转了一圈，嗯，这外边白的不都全给你弄出了？嗯，这没得到啥，其实这都被压成一路了啊，嗯。这个我觉得黑棋啊，最好还是别要这几个了啊，不要了。嗯，别要了，我觉得，哦，这棋因为你要完呢，其实可能也没多少目，嗯，可能不如这步棋大。你要完要可能要被他之后欺负半天，被他压扁了呀。嗯，那不见得便宜，别要了。嗯，实际上黑棋是尖一个，嗯，其实这一个总觉得好像帮白棋的走棋。他就是这个子儿，他就从这儿想，他想连上吧，我估计，嗯，是不是这意思？那我如果这棋粘上呢？粘上我还能走别的吗？你走哪呢？我只能冲断了吧？我这棋还能走哪？我只能冲断了。那我就打吃。打吃我吃。啊，你还能尝？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可以死，但是我得多死几个。哦，但是我也是嘴上说说。嗯，啊，下一下也不一定。下一下就不一定了。下比下一下不见得我是不是？对，我嗯，这棋非常乱现在啊。对，还是挺乱的啊，哦，咱们这一时半会儿好像摆不清。嗯，摆不清。嗯。这个棋搞不清。那现在这个。也就是说打的时候，我现在打呢，如果你现在打，我可能，嗯，我估计也得尝，我死了我觉得也得尝啊，可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死了呢。我就死了是吧？没有没有，开玩笑，没事，不是，我觉得我死就死了，没事，还蛮危险的这个棋，我看看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走这个，嗯，走这个，你还是搬我。我搬吧，啊，嗯，先如你意怎么样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
大吃。这个尝。哈，你还敢尝？我不尝，我走哪儿啊？你竟然还敢尝？我不尝，我没地儿去了，方老师。啊。啊？这个我觉得你胆子有一点点大了。我打吃你。尝一下。蘸上。哦、我感觉现在很乱。你要杀死我！哦、你的眼神你充满了，你还没往这儿下。没有，我只是小小的脑袋顶着大大的问号。就是我现在很乱啊，这个白棋也没活，然后黑棋这个也没活，黑棋这儿没活，这儿没活，白棋中间也不是很好。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介绍这个太乱了，就感觉中间有一些。很多就是有很多一些判断吧，转换的判断很多，看着就是脑子有点凌乱，有点乱，你补助的，你觉得你是不是脑子就大了？我脑袋大了，那我必须得吃你了，你吃掉吗？你如果粘的话，是立在这儿吃，啊，立在这儿吃好一些。我搬。你搬我冲这个是不是火了？我不行哎。我冲这个是不是火了？好像是，我这个没有办法吃你啊，我这个行吗？你这个形状好像是有点问题，不是说很容易吃掉我。对，确实。那么说，黑棋这步筋还可以了，走成这样，实战是白棋粘，然后黑棋。我现在这棋太乱了，我真是看不清楚，对，真的很乱。就像，所以我就说呀，刚才之前你还记得，我就说，他可能胜率上，他这个棋啊，他可能好一点，比我这个要好一点。但是我下棋呢，我就下这个了，就这个棋我就会下了。现在这个棋我搞不清楚了，我胜率好有什么用啊？这我一手棋我可能就没了。是啊，这个复杂了。对呀、就是说，我就说大家下棋啊，就是下一个自己擅长自己的棋。对你这个棋，你说现在我胜率好没有用，你这一搞，那这我这年纪大了，这张搞得清楚啊。那这两位年轻人会不会觉得还挺擅长的自己？会不会？其实我觉得李维清啊，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棋。我觉得没他这个棋，他真相了。这个地方我觉得还其实不如可能第一个算了。哎，不过这个棋好像突然之间变得简单了起来。看来廖元鹤也不是这样的选手。我不是，对。实战虎柱虎，然后黑棋顶，这样就简单了。黑棋这儿已经活了。这是又连上了，重新开始了收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我觉得廖元鹤应该是满意了，就是其实他们的棋风啊，就是不是想就是看上去那么凶悍。他其实得到了一定的便宜以后啊，他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接下来白棋是会在这里打，那肯定吃这个了，肯定是，不然这杯一尝太大了。主要是黑棋顶在这儿啊，其实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将来被痛苦面具，这被接一下这个棋，你全是弯弯绕。你其实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思路的话，黑棋你在干啥呢？就你从这步拆开始，你在干啥呢？没有走到。这个原来这个拆的这些、这个价值全没了啊！你这拆全死了，现在你敢尝吗？现在不敢，那不是就没这还欠个段，关键是你被你这么一分析，好像突然之间变得很清楚。对，就是说你跟这个拆，比如说你将来你本来你之前立一个让白的拆一个，然后你不搬这个，你把这一间，你把这一间，你还是强调这步棋的很大，对吧？你现在你看一下黑棋。这转了一半天，这打拔被打拔了，这外边也被吃了，这外边现在白的潜力也大了，是不是？是啊，我感觉上呀，这个棋黑棋这一串转完以后，亏掉了，还是亏了，不如走的实在一点。那现在我们其实也是跟上了，先接你一下，我粘掉，挺狠的，这节菜不要了吗？他是将来怕可能接的时候黑的有可能往这儿接一个细腻啊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这边全连上全厚了，对对对，接的时候可能要被黑的先接一下，现在他在你没有这还没连上的情况下他先接你，你要接呢他断完以后他从这给你连根断了，你得补活，那么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先戒，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过这个干瘾，因为至少是没劫财呀、啊嗯、你这期黑牛不回去，你收一二三四五五木起，你收五木不可能下、嗯、啊，很细腻，很细腻，对不起、啊嗯、他这个细节啊，对，然后白棋再来这个地方吃，嗯，这个时候黑棋跑出来了，这棋竟然敢跑出来，他跑出来，他是也没有无奈之举、哦，他不跑走哪儿啊？关键是，他粘上完了还有断，哦，那我这爬你怎么办呢？爬我就弃子呗，我怎么弃呢？我扳住我，你还要扳 我还要扳你，我走，你也不一定能吃得掉我，其实。这怎么感觉是我弃子了呢？很不会。这我压呢？哎，压你有勺子了吗？我尝的。这我弃了呀。啊，你弃子了？对呀、啊，我灵不灵活？就问你灵不灵活？这个我还不满意吗？还挺灵活的。是呀。啊，这不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对，是一个灵活的瘦子。嗯。那我要是。给你来这个呢，给你来硬的呢，我打吃，给我夹死了，对，是不是、害不害怕，实战就这么走的，你有点强啊、你这个你现在这个棋是吗、有点强啊，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弃子的思路，反弃子，弃子与反弃子、是、好，打吃，这个黑棋肯定要长，哎，说不定他们就觉得这个转换了吧，就是这先打的，这时候先尝、都少死一个，对，有可能，嗯，要起定是这样，做成这样，那这是我要接上的话，老师接啊这么狠啊，如果接上呢，这个那我只能，那你不给我后路了，打一下，我要死了吗？你是不是被我一气闷了？我被你一气闷了，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被一气闷的，我是怎么被一气闷的，这个好像有点残酷啊，这个棋，这个、直接被人家从屁股后面一吃，我就被蒸死了，这个那不行啊，这个所以这个地方黑棋断的时候白棋打完了打啊，就这就很明确了，打完了打，嗯，我就是说你被你长掉我也不怕，长掉也不怕，嗯嗯，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这是黑棋好像有点太强硬了吧，在这个局部下的，我感觉这个就不要算了，他不要，他实在是太没面子了，他这棋没有面子，就下的干啥呢，抢到了你那副尖啊，还是捞回点颜面啊、就直接就不要了，是吧、就不理了、是吧，尖一个还是晚尊了吗、不是啊、但是那他这个拆边呢，这一串战斗那就嗯，挥挥手就让他去吧， 但这样我感觉一下子好像怎么看都不像黑棋战斗会有利的样子啊，嗯，这个棋确实黑棋怎么办呢，对啊，就算被你走到、就算被你走到，嗯，让我压一个，麻烦你先吃我一下这个，敢吃吗，你只能这样下了，那你确实你这外边就我就把你这个切死，切西瓜给你切死，夹对吧，夹这个吗，啊，夹这个是干嘛，这是丧掉了斩啊，顶吗，哦，夹一个没用啊没有用啊，哎，有用啊，哦，没用没用，不行，这个棋这样黑棋作战也是只能跳一个，比如说白的提了然后把这断死，黑的再从长计议，还能从长计议吗，肯定是亏，这个有点大呀，亏肯定是亏多了，但是不沾这个也不像啊，你不沾这个啊，这个棋他现在进入长考了，嗯、我们这个是不是，哦，现在白棋打是这个时候、黑棋迟迟没有落子，我觉得这个棋现在局势也变得
非常紧张了。那非常紧张了，但是由于我们还有第二盘棋要给大家介绍，所以这盘棋我们就暂时先为棋友们讲解到这里吧。可以，可以。也请大家稍微休息十分钟啊。休息一会儿。对，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为大家讲解第二盘棋。好的，这盘棋先放那儿，一会儿随。